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我操，什么情况？ 这三兄弟跑到这里来了，有点狠。 所有人上单啊，辅助的人头还好啊，兄弟们，辅助的头还好。 漂亮，不好越，算了，别越，他直接交 TP 过来保算了。 走吧，他们人比较多。
一看就不懂啊，兄弟，我这波是要吃个超通升六级，我要吃超通升六的。 这都要选择大招反杀呀，太勇了吧！想到好主意了吗？ 再刷个 F 6回家，差点钱我还要再买双草鞋了。 收集者还能不能买啊？收集者，哎，收集者还没砍吗？<笑>我怎么看网上的视频说收集者砍成3400了？是下个版本砍是吧？ 非要过来皮这一下，这应该是跑路的。
打了个闪现已经不错了。也许都能吃一吃，所有人没了，那 F6 应该也没了。这是我吧，走吧。觉得走运吗？早上好，兄弟们！早上好，早上好。猪女没死，闹呢你在啊？走，刷上野去。放松，伙计。1550。麻烦不断。先锋先不着急。得走了，猪女辅助这波可能都会来。准备拿小龙。血量吗？太诱人了吧！不跟他多逼逼。Thank you.
卡的，主他妈主打游走支援的这人，我靠，裸了个武术鞋，哪哪都有他，好能游啊他，直接第三件大影魔刀吧，反正对面四个法师，这哥们裸武术鞋的，确实也没啥办法，看不住的。 都太好使了，2050。 稍微蹲一下喽，上路线应该有个人要来守一下的，没事。他是不是一过墙了？ 这里有眼啊，他那有眼的。啊！哎。 接带磨刀吧。啊！这800分的局给我感觉像黄铜局了。 像黄铜局，不像800分。
八百分，就是嘛，在高分段的局，不是低分段的，你以为啊？你们还以为这低分段啊？都有点小抽象啊。 上野学吃一下吧。大川2000块，刷个大川不着急，等小龙吧。 卡特是没有闪现的，他闪现跟我们同步，这波把他逮了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 把他盾先破掉，这样他身上没盾，他也会感受到一点压力的。 看有没有视野，把视野排一下。 钱啊！没出爆坤呢，可惜出爆坤就直接杀了。 好像大川刷不出来。
这么想接吗？这条龙在我看来放了都可以，没有那么重要。不用看了，直接走吧。 这么拼啊，有点拼啊，操作一下吧。 这个塔好像不是很容拆啊，算了吧。蹲一波卡特，他这波要往上往中上支援的。好，还带了一波。OK。 大龙有机会吗？好像没啥机会，因为没有人扛，熟人在拆下。 没有人扛，我们就直接推上吧。这把还可以吧，兄弟们？爆 C 他们几个。 不然这把就这队友，稍微来个没那么强的打野，这把妈必输。我都感觉打得很难这一把，我都感觉打得很难。 差点钱阴险，不要急。走吧。啊？为啥不走呢？我都提前拼了，提前拼了这么久，直接走就好了呀。我这波差点钱买六神啊。 稳了呀，这把其实已经很稳了，直接开龙就行。你在玩什么呢？ 操！那都回，那我也回吧。
那我们也回家吃个大药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 抓不到他，这小子四秒钟回城。啊！这卡特疯了呀！ 我们直接推塔，直接推塔，推塔。 不用管他们，推就好了，推塔就好。来嘛，我看看你们有多顶了。 对。